一个是有灵力的私家侦探，一个是有能力的警局女警，一起起诡异莫名的案件，女鬼、幻人、恶魔、罗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名侦探的灵异事件簿》，作者老天叔叔。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逃，只能够不停地逃。阿宅拖着叶小萌在黑暗的走廊上飞奔，唯一的光源那只手电筒早已经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阿宅，我跑不动了。叶小萌喘着粗气，你自己跑吧。不行，是我带你进来的，我也要带你出去。阿宅现在的确是很后悔，自信满满的进入旧宿舍，结果那自信心被瞬间击碎。阿宅尝试了所有能够用的方法，根本伤不了那怪物一根汗毛。那消防服与地面摩擦发出的撕拉撕拉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阿宅推开旁边的一扇门，拉着叶小萌钻了进去。叶小萌刚想要发出声音，阿宅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巴。嘘，小声。阿宅尽量地压低了呼吸的声音，这个时候只有冷静才能够找到生存的出路。咚咚，沉重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叶小萌和阿宅拼命地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丝声音。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了，那短短的几秒钟对于两个人来说不亚于过了一个世纪。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渐渐远去，直到消失不见。脚步声消失了好久，阿宅才放开了捂住叶小萌嘴巴的手。叶小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是浑浊的空气让他不住地咳嗽了起来。嘘，小声。阿宅再次地捂住了叶小萌的嘴。看来这个怪物是靠着视觉和听觉来寻找猎物的。我们现在怎么办？叶小萌终于止住了咳嗽，小声地问道。先出去这个宿舍，照以往的传闻来看，这只怪物应该是离开不了这个旧宿舍的。只要离开这里，我们就安全了。可是这里是三楼，我们总不能从三楼直接跳下去吧？叶小萌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寻找离开的办法。现在唯一的方法便是我们两个人尽量不要发出声音，不要被那个怪物发现，悄悄地下楼。阿宅想了想说，只要到了一楼就好办了。那好，我们现在就走。叶小萌是一分钟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早知道这样，给明耀打电话让他来处理多好。嗯，先看看外面的情况。阿宅轻轻地拉开了门，借着窗外的月光，依稀能够看清那昏暗走廊的景象。阿宅拉开门，第一个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木质的地板上消防斧划过的那深深的沟槽。阿宅向着叶小萌招了招手，叶小萌跟着阿宅弯着腰轻声地走出了小屋。一切归于沉寂，仿佛刚才那惊心动魄的追杀不曾发生过。整个旧宿舍安静的连两个人轻微的呼吸都听得那么清楚，只有地上那道又深又长的沟槽证明了刚刚的确是有东西在追杀他们两个人。两个人手拉着手慢慢地走在走廊上，要到楼梯间必须要经过那闹鬼的女厕。女厕的门开着，叶小萌壮着胆子向里看了一眼，里面空荡荡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安全地走过女厕，两个人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一点，至少现在还是安全的。啊，手电筒！叶小萌看到前面有亮光，正是刚才匆忙中丢失的手电筒。手电筒依然亮着，在角落里安静地等着人将它捡起来。我去捡起来。不等阿宅说话，叶小萌快走几步走到了墙角，捡起了地上的手电筒。阿宅感觉背后已经被冷汗湿透了。叶小萌走了过去捡手电筒，那么现在握着他的手的是谁？阿宅不敢回头看，恐惧从脊椎蔓延到全身，让他的身体根本就不听大脑的使唤。阿宅，你怎么了？叶小萌看到阿宅站在原地不动，很是纳闷，拿起手电筒照了过去，看到了一幅让他无法忘记的画面。阿宅的双脚已经离开了地面，小幅度地抖动着，脖子上缠着一根粗大的麻绳，那绳子已经有些黑了，像是沾满了已经干涸的血液。阿宅双手用力地想要挣开脖子上的绳子，却是无济于事。那男子站在阿宅的身后在笑，笑里面充满了得意。混蛋，放开阿宅！叶小萌现在已经忘记了恐惧，朋友的安危冲散了那怪物带来的恐惧感。叶小萌感觉自己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他跳起来用身体狠狠地撞向了那个男人。咚！叶小萌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阻力，直接穿过了那个男人的身体，撞倒在地上。叶小萌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无力，朋友就在眼前遇到了危险，而他却是无能为力。男子回过头，看到倒在地上的叶小萌，眼中充满了不屑。男子慢慢地伸出手，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绳子飞向了叶小萌的头。叶小萌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被压抑住的感觉。雷！阿宅用尽了所有刚刚恢复一点的灵力，再次发出了雷击。那细细的雷电打在了那个男子的手臂上，将手臂打成了一片黑烟。阿宅顾不上因为缺氧还在眩晕的大脑，一个翻滚来到了叶小萌的身边。阿宅，你怎么样？叶小萌感觉身上的压抑感消失了很多，扶起了阿宅。没事，死不了。阿宅大口地喘着气，戒备地看着眼前的男子。男子愣愣地看着自己失去手臂的胳膊，似乎有些迷茫，并没有继续向两个人攻击。果然，他虽然打不死，但是恢复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阿宅拉起叶小萌，两个人飞快地从还在发愣的男子的身边经过，冲向了楼梯。那男子呆呆地站在原地，一片黑气慢慢地涌向了他的身体，失去的手臂再次由黑烟凝结而成，看上去根本就毫发无损。男子恢复了行动，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再去寻找两个人的身影。叶小萌和阿宅已经冲下了楼梯。连续两次被打伤，让男子对阿宅充满了愤怒，化成了一片黑烟，钻入了地板。叶小萌和阿宅两个人冲下了楼梯，现在已经被发现了，那么就不需要顾及发出声音的问题了，能做的就是赶快跑。两个人根据记忆，回到了当时钻进来的那间屋子。阿宅去拉窗户，却发现怎么也拉不动了，仿佛是被钉死了一样。该死，怎么会这样？阿宅顺手抄起了放在地上的一个凳子，狠狠地砸向了窗户。一声闷响之后，那窗户却是纹丝不动。会不会是我们记错了？叶小萌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紧张地盯着门口。绝对不会错的。
阿宅不停地用凳子砸着窗户。这个怪物想要把我们困在这里。一股黑烟从地板上冒起，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人的形状。叶小萌现在能够做的只有不停地后退。拼了！阿宅举起板凳砸向了那个渐渐成型的怪物，板凳穿过了怪物的身体，落在地板上。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也许明天明阳能够看到我的便是挂在天花板上的尸体了。无尽的绝望包围了叶小萌，使他连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男人咧着大嘴，两条绳子套住了两个人的脖子，越收越紧。叶小萌感觉无法呼吸了，眼前一片空白。哗啦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从窗口跳了进来。叶小萌努力地睁开了眼睛，背影有些熟悉。破！白衣男子大喝一声，双拳挥出，闪着金色光芒的双拳瞬间将眼前的男子打成一片黑烟。叶小萌和阿宅两个人跪在地上不停地咳嗽着，死里逃生的感觉实在是不怎么好受。刘老师。叶小萌缓过神来，看清了眼前的人居然是刘天明。叶小萌大感意外，说过了叫我帅哥或者是刘天明。刘天明用手扶了扶金边眼镜。你怎么会？叶小萌感觉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大脑缺氧的时间太长，脑子怎么也转不过弯来。还真是阴魂不散呢。刘天明叹了一口气，身后的黑烟凝聚，那怪物再次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了三个人的面前。破！刘天明再次挥拳，将那男子打散成一片黑烟，但是过不了多久，那黑烟依然会凝聚，似乎是任何的攻击对他都不起作用。很棘手啊！刘天明用手扶了扶金边眼镜。既然打不死，那还是撤吧。刘天明将阿宅和叶小萌一手提着一个，就像是提着两只小鸡，跳出了窗户。依然能够听到那怪物愤怒的叫声。在月光下，那男子左手拿着消防斧，右手提着一根黑褐色的麻绳，站在旧宿舍中不甘地喊叫着。校舍小路边的草地上，叶小萌和阿宅被刘天明像扔小鸡一样的随手扔在了草地上。啊，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儿？叶小萌揉着自己被摔疼的屁股，大声地抗议着。这种东西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刘天明拍了拍袖子上的灰尘，用左手扶了一下眼镜。高中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发现原来你也是能力者。叶小萌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刘天明的肩膀。隐藏得很深嘛，怪不得每次我见到你就感觉不对劲。刘天明冷笑着摇了摇头，似乎叶小萌的话相当的白痴。叶小萌心里暗自不爽，什么态度嘛。不过算了，看在他救过我们两个人的命的份上，不去计较了。那个，总之，谢谢你。叶小萌压制住自己心里的不满情绪，向刘天明道了一声谢。不必。刘天明抬眼看了一下叶小萌，这样一来，我的情分也还清了，以后我不会管你是死是活。还有那边的那个女人。刘天明看着依然坐在草地上发呆的阿宅，没有力量，就不要急着去送死。说完话便转身离去，背影渐渐地消失在了黑暗中。喂，什么情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家伙什么态度啊？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们一次就可以这么嚣张地教训我们。
叶小萌实在是忍不住了，冲着刘天明的背影气愤地大喊着，阿宅不要理他，这家伙看起来是个变态。叶小萌扶起了坐在地上的阿宅，不，他说的对。阿宅低着头，叶小萌感觉扶着阿宅的手被阿宅紧紧地捏着，有些疼。这次我的确是太狂妄自大了，只凭着一股凭空的自信心，什么都没有弄清楚，便贸贸然地去送死，还差点连累了你。不要这样，是我非要跟着你来的，跟阿宅你没有关系啊，应该是我拖累了你。叶小萌轻轻地抱住阿宅，不要介意，失败是成功之母嘛。你不会怪我差一点把你害死吗？阿宅的声音有些颤抖。叶小萌用力地摇了摇头，嗯，没有什么你怪我我怪你的，我们是朋友。嗯，我们是朋友。阿宅紧紧地抱住了叶小萌。喂，你们两个是哪个系的学生啊？啊，刚才大声喊叫的是不是你们呢？不远处几束手电筒的光芒晃动着照了过来，看来刚才叶小萌的大喊惹来了晚上巡查的老师。不好，我们快跑。阿宅拉着叶小萌的手飞快地朝着光芒相反的方向跑去。喂，站住，不要跑。喊声在身后越来越小。叶小萌感觉今天晚上他已经把这一年要跑的路都跑出来了。两个人终于摆脱了后面巡查的老师，蹲在女生宿舍的墙角，大口地喘着气。看来今天出门应该看看黄历，为啥总是被追的到处跑啊。叶小萌扶着墙大口地喘着粗气。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想起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由得笑出声来。两个人悄悄地溜进了宿舍，打开寝室的门，安青和白轩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寝室里少了两个人，依旧睡得很香。先睡觉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天亮了再说。叶小萌提议道。嗯。阿宅轻轻地点了点头，爬上了上层的床铺。也许是今天跑来跑去的体力消耗的太多了，叶小萌钻进被窝不久便沉沉地睡去了。躺在床上，阿宅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他不能原谅自己今天的不自量力。刘天明说的对，没有力量就不要去冲英雄，那样只会害人害己。看着自己的手，阿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着得到力量。今天的事情对于这个高傲的女孩子来说是一种耻辱。窗外的月光依旧明亮，回想起离开旧宿舍的时候那怪物嘶吼的叫声，阿宅总是感觉那叫声除了有愤怒，还有对他的嘲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阿宅握紧了拳头。叶小萌太累了，直到太阳的光照到屁股，他才朦胧地睁开眼睛。哇，都十一点多了，这几个家伙怎么也不叫我起床啊？今天上午的课都没有去上啊。叶小萌拿起枕边的手机一看，急急忙忙地爬下了床穿衣服。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如果被明耀知道了我赖床不去上课，一定会用紧箍咒活活的把我念死的。叶小萌匆忙地穿着衣服，甚至没有发现上衣系错了扣子。不用急，我已经叫安青帮你请假了。直到叶小萌开始穿鞋准备马上冲出寝室的时候，阿宅的声音才从上铺传了过来。请假了？叶小萌一愣，你怎么不早说啊？叶小萌反应过来之后，像是被推倒的骨牌，一头栽进了被窝。啊，好痛啊！哎呀，好痛啊！叶小萌这才感觉出来，屁股和大腿的肌肉都有些刺痛。
应该是昨天晚上跑得太过了，平时又不锻炼的结果。休息一下吧，等到吃完午饭再说。阿宅放下了手里的古书，跳下了床。说？说什么？叶小萌从被窝里抬起头来，眼神还有些朦胧。你不会是还想要继续查那个旧宿舍的事情吧？突然反应过来的叶小萌睡意全无。这耻辱我一定要洗清。叶小萌从阿宅的眼神中能够看到他斗志昂扬，不由得感觉一阵头痛。那个，我说阿宅啊，叶小萌在心里不停地揣摩着怎么说才不会伤到阿宅的自尊心。明耀这几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如让他来弄这件事情吧，你休息一下，昨天不是耗费了很多灵力吗？小萌，我们是朋友吗？阿宅看着叶小萌的眼睛，那认真的眼神看得叶小萌有些发毛。是很好的朋友。叶小萌点了点头。答应我，让我把这件事情办完，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阿宅那坚定的眼神让叶小萌无法拒绝。那好吧。叶小萌叹了一口气。我也来帮你。阿宅郑重地点了点头。吃完午饭你去图书馆，我去找 BBS 上发帖的人。图书馆查什么呀？叶小萌被阿宅的话弄得摸不清头脑了。图书馆也许能查到一些关于那个旧宿舍和那个管理员的事情，如果发现有什么有用的消息就用短信通知我。阿宅打开了放在桌子上安青的笔记本电脑。我要和这个第一个发现这个事件的人聊一聊，从头开始，这次不能这么莽撞了。只要查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不相信不能消灭那个怪物。叶小萌叹了一口气，看来阿宅不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哇，你们两个懒猪终于肯起床了。那独特的大嗓门不用回头也能够知道是安青回来了。你们两个还真是能睡啊，特别是小萌居然还流着口水。我没有。叶小萌想要分辨，却看到自己的枕巾边上似乎是有湿过的痕迹。那不是口水，我是做噩梦吓到流眼泪而已。哇，好可爱啊，做噩梦啦。要不要姐姐以后抱着你睡呀？啊，这样你就不会做噩梦啦。安青抱着叶小萌的头，跳着脚的蹂躏着。不要，放开！叶小萌想挣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安青的怀抱。安青，我有事情要问你。那个在 BBS 上发帖的第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阿宅回过头来问道。第一个，应该是大二的计算机系的学长吧？怎么？你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啊？现在学校里对这件事情都封锁了，不准提了呢。安青听到阿宅的询问稍微一愣，叶小萌趁机逃出了他的魔掌。知道名字吗？阿宅对于学校的禁令并不在乎，只要能够查清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管他什么学校的老师呢。知道啊，叫文浩，是那个晨曦青蓝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安青点了点头。真巧啊。安青的话大出阿宅的意料，看来这次的事件就要从他下手了。你要找他吗？听说昨天他被警察叫去问话了，回来之后啊就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谁也不见。安青走到阿宅的面前。你为什么对这事儿这么感兴趣啊？没什么。阿宅轻轻地摇了摇头。照你的话说，晨曦青蓝的发起人不止一个喽。还有两个女生，听说当时就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去的旧宿舍。安青把知道的情报都说了出来。太好了，告诉我这两个女生的名字，在哪儿能够找到他们。
阿宅兴奋地抓住了安青的肩膀。安青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平时冷冰冰的阿宅有这么热情过，愣愣地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阿宅听完在哪儿能够找到那两个女生之后，一阵风一般地冲出了寝室。喂，阿宅，说好了一起吃午饭的。叶小萌跟在他的后面跑出了寝室，走廊上哪里还有阿宅的影子了。叶小萌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走回了寝室。阿宅他没事吧？安青仍然站在原地发愣，被阿宅那出人意料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没事。叶小萌一头扎进了被窝。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的，不必在意。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图书馆的管理员斜着眼睛看了看叶小萌，虽然研究了半天确定了叶小萌的学生证是真的不是仿造的，但是管理员在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眼前这个初中生是他们大学的学生。叶小萌已经顾不上去在意管理员那奇怪的眼光了，光是眼前这一堆厚厚的泛着黄的还有大量灰尘的资料就够让他头疼的了。那个，叶小萌感觉自己的头上已经出汗了。那个，难道就没有电子版的吗？如果你有时间，我不介意你把这些资料都做成电子版，我可以给你申请额外的学分。管理员插着手看着叶小萌，那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子让叶小萌很想在他的脸上踩上几脚。阿宅啊，你真是给我找了一个轻松的工作啊。叶小萌看着眼前这厚厚的泛着黄的报纸发呆。据管理员说，从建校有了校报之后，一直到这个星期，所有的存档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叶小萌翘着脚从顶上拿下来一份报纸，狠狠地扔在桌子上，却没有想到飞扬起来的灰尘呛得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喷嚏。1956年，老天爷，你杀了我吧。叶小萌看到校报上的日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阿嚏！蹲在公园草丛里面，脸色有些苍白的肌肉男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又有人呼唤我了吗？肌肉男望了望那蓝天，又再次低下了头。算了，还是眼前的事情要紧。昨天吃的烤肉一定不新鲜。亲爱的，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一对年轻的情侣走了过来，坐在了公园的长椅上。哎呀，好累啊，我都说了去网吧，你非要来公园，走来走去的都没什么意思。女生一边揉着走痛的穿着高跟鞋的脚，一边不住地埋怨着身边的男友。总是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对身体没有好处的。男生帮着女生揉着脚。多到室外走一走，空气好，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空气好什么呀？我总感觉有股臭味儿。女生皱着眉头，拿手在鼻子边扇了扇。你这么一说，我似乎也闻到了。男生四处嗅了嗅。哎，不会是附近有狗屎吧？这么臭。真臭啊，好像是从身后传过来的。女生站了起来，沿着气味望去。两位，请问一下，有纸吗？我忘记带了。长椅后面的草丛里露出了一张满是横肉的中年男子的脸。这对情侣愣了一下，之后便是女生那高亢的尖叫声响彻云端。真是的，不就是借张纸吗？反应这么大。肌肉男捂住了耳朵，那尖叫声实在是太刺耳了。算了，看来这个样子是不能等到风干就会有人来了，还是用手纸吧。哎，怎么了怎么了？
女生的尖叫声引来了不少人。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有个变态在树丛里。女生闭着眼睛指着树丛。好啊，居然有偷窥狂在这里，抓出来送派出所。几个在公园里溜达的大爷大妈义愤填膺地拨开了树丛，哪里还有人影啊，只有地上一滩散发着臭气的黄色粘稠的分泌物。问了好几个人之后，阿宅终于在校园里找到了安青所说的那两个女生。两个女生的脸上没有什么神采，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打击。请问有事儿吗？短发的女生看见阿宅开口了。你们两个就是晨曦青鸾的发起人雅静和白晴吗？阿宅的问话直截了当。是的，不过晨曦青鸾已经解散了，所以我们已经不接受新成员了。白晴把阿宅当做了凑热闹想要加入社团的新生，说完之后便拉着雅静要走。阿宅拦住了两个要走的人。你们误会了，我不是要加入社团，我本来就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哦，是来退社的吗？那好，你去找上次加入时交钱的那个学长退钱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事儿。白晴无精打采地拉着好友想尽快离开。不，我也不是来退社的。阿宅再次拦住了两个人。那你是要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的笑话吗？一直都没有说话的雅静歇斯底里地大喊着，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们也不想的，我们只不过就是编了一个故事而已，是文浩非要带那两个女生去旧宿舍的，和我们没有关系。白晴轻轻地抚摸着好友的背，试图让好友冷静下来。你到底要干什么？白晴冷冷地看着阿宅。如果是要来嘲笑我们的，请排好队，今天还轮不到你。我想知道真相。阿宅拿出了当时加入社团的时候拿到的徽章。作为一个团员，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你有权利，可是我们没有义务。白晴愤怒地打断了阿宅的话。在他看来，阿宅和那些喜欢八卦的来打听消息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我和他们不同，我能够帮助你们。阿宅摇了摇头。不需要。白晴再次打断了阿宅的话。离我们远一点。说完之后便拉着还在哭泣的雅静快步走开了。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阿宅在两个人的身后大喊着。难道就这样算了？那两个女孩子就这么白死了？难道你们想有更多的人无辜的死去吗？那又怎么样？你又有什么办法？雅静带着哭腔冲着阿宅大喊着。警察就查不出是怎么回事，凭你一个学生又能做什么？阿宅慢慢地走向了两个人，摇了摇头。我并不是普通的学生。阿宅走到两个人的跟前，深吸了一口气，默默地调动起恢复不多的灵力。一层薄薄的冰膜覆盖住了阿宅伸在两个人眼前的右手，越来越厚，渐渐地形成了一只小小的冰剑。你……眼前的景象让两个人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个旧宿舍里的确是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有更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伤害的。阿宅收回了冰剑。两个人眼前依然是那白皙干净的手，仿佛刚才的一切不过只是幻觉而已。所以，我要知道事情的经过，详细的经过。你们知道的任何一点情报对我来说都有帮助，明白吗？白晴和雅静呆呆地站在那里，点了点头，大脑似乎还在宕机的状态，没有恢复。现在，把你们所知道的所有经历都告诉我。阿宅拉着发愣的两个人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你是说那个旧宿舍真的有鬼，而你是个会捉鬼的人？雅静说话的时候都有些结巴了。
毕竟眼前的事情比亲眼见到鬼还要不可思议。对，你可以这么理解。阿宅点了点头。我要知道全部。我来说吧。白晴稍微理了一下头绪，开始向阿宅诉说起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去旧宿舍的经过。照你说的，那 BBS 上面的文章不过是你们几个人胡写的，你们看到的不过是别人恶作剧而已。听完白晴的话，阿宅觉得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是的，当时我们的确是吓坏了，狼狈地逃出了旧宿舍。第二天他们就嘲笑我们，说我们胆子小，被他们捉弄了。我们才知道我们看到的那个鬼不过就是他们事先弄好了放在那里故意去吓唬我们的。雅静点了点头说道。那文章呢？为什么会写那么一篇文章？阿宅问道。是文浩写的，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当然受不了被人家嘲笑的滋味，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写了那么一篇文章，把假的说成是真的，这样就不会有人去嘲笑我们了。白晴解释着说。毕竟都是年轻人，枯燥的学习生活之余都喜欢一点刺激，对于这些鬼神妖怪的传说都宁愿相信是真的。你是说上面所有的都是你们几个人编造出来的，都是假的，包括那个鬼的身份手段之类的东西？阿宅听完之后有些意外。嗯，都是假的。雅静点了点头。都是文浩想出来的，还有的一些就是下面跟帖的人想象出来的，文浩觉得好便也把这些加了进去。那你们为什么要组建这么一个社团，还要组织活动去旧宿舍探险？阿宅问道。是文浩提出来的，因为在校园的 BBS 上面那一篇帖子有很多人都喜欢，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文浩就提出来我们三个人组建一个社团，把那些在 BBS 上愿意相信这个鬼故事的人都集合起来，这样可以名利双收。之前我们也组织过两次这样的探险活动，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但是没想到这次却出事儿了。文浩现在也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把自己关在寝室里面不敢出来。白晴回答道。之前也去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阿宅越来越糊涂了。那么那段录像也是你们故意作假弄出来的吗？不，那段录像和我们没有关系。雅静摇了摇头。那段录像是当时和我打赌的那三个男生去拍的，之后他们跑出来说见到鬼了，还把录像给我们看，结果上面什么都没有。文浩还正好报了仇，嘲笑他们几个是胆小鬼。曾经嘲笑过你们的人看到你们出名了之后便也到旧宿舍去探险，而且回来之后还说真的见到了鬼，被你们嘲笑，这根本说不通啊，只能说明这三个人的确是见到了什么。阿宅皱着眉头咬着手指甲。看来我还要问问这三个人。叶小萌一头栽倒在桌子上，趴在上面像是一条死狗一样。喂，你干嘛去了？这副样子。安青看到叶小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回来，以他那种无敌八卦的个性和旺盛的好奇心，自然是要过来问问清楚的。可是还没有等到走到跟前，一股霉味儿就从叶小萌的身上传来了。安青不禁捂住了鼻子。嗯，你身上都什么味儿啊？你去疏通下水道了呀？安青左手捂着鼻子，右手不停地在眼前扇着，往后跳了一步。差不多了。叶小萌连头都没有抬，含糊地应了一声。哎呀，味道真是难闻，你快去洗洗吧。安青实在是受不了这股味道了。等一会儿再去。叶小萌依旧趴在桌子上，连手都抬不起来。快去吧，小心再不洗就会洗不掉的。听到安青这么说，叶小萌也只好打起精神，从床底拿出了脸盆走了出去。躺在床上，叶小萌感觉自己的鼻子一定是失灵了，要不然为啥还是能够闻到有一股霉味呢？
要知道他是用了各种肥皂沐浴乳，从头到脚足足洗了一个小时呢。手机在枕头旁边闪着光，叶小萌一根手指也不想动，就任由他在那边继续震动吧，管他是谁来的电话呢。打电话的人似乎是很有毅力，一遍又一遍，叶小萌实在是被那个嗡嗡的声音吵得烦了，只好拿起了电话接了起来。为什么才接电话呀？你在干嘛？是不是出了事儿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学校里有人欺负你吗？叶小萌还没有说话呢，电话那头的明耀便一股脑地问了一大串的问题，让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回答好了。没事儿，就是有些累了而已，什么事儿也没有。叶小萌无精打采地回答着。那就好。明耀把心放在了肚子里。很累吗？是上课累了，还是大姨妈来了？喂，好歹我也是大姑娘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轻描淡写的说这么敏感的问题呀？叶小萌听完明耀的话之后一阵头痛。那有啥，我还给你洗过澡呢，你身上哪儿我没看过呀？明耀的语气满不在乎。那个时候我才10岁，而且你这个家伙是故意存心不良，想要推倒萝莉。叶小萌怒了，这明耀居然不把他少女的隐私当成一回事儿啊！你再敢说，我就永远不给你做饭吃，以后你老了我也不养你。好吧好吧好吧。明耀的话里听不出一丝有受到威胁的感觉，叶小萌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么几句可以威胁到他的话，都说烂了。以后不说了，没事就好，我这一阵子在外面办点事儿，所以啊，放假你也不用回去了，和同学待在学校吧。外面办事儿？你现在在哪儿？叶小萌问道。不远，反正我办完事儿就回去，这个单子要是搞定了，我就可以买车了。明耀口气中有说不出的得意，似乎是笔大生意。既然你没事儿，我就不说了啊，挂了，等回去之后再给你打电话。等等，叶小萌阻止了明耀挂电话。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嗯，什么事儿啊？叶小萌咬着嘴唇挣扎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不把他和阿宅遇到的那个怪物的事情告诉明耀。现在明耀也不在本市，跟他说了，他一定会放下手里的事情跑回来。那个时候，可能阿宅已经搞定了，而明耀的生意也泡汤了。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要怎么可以杀死一只鬼？叶小萌决定旁敲侧击。杀鬼？你要干啥？不会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吧？明耀有些怀疑地问道。没事没事，其实是阿宅叫我问的。叶小萌忙着分辨。他说你比较有经验，让我有机会问问你。他给你打电话问的吗？为啥不自己打电话问我呀？明耀有些奇怪地说。哎，不是啦，哎，我跟你说啊，很巧的，我和阿宅在同一个学校，而且还分在了同一个寝室哦。叶小萌有些得意地说着。这么巧？叶小萌的话让明耀愣了一下。不要问那么多了，话费好贵的，快回答问题啊！叶小萌催促着。如果是一般的鬼魂的话，阿宅应该能够对付的吧，毕竟他的那个一字真言雷字诀的威力我知道，普通的鬼魂一下子就会被打到灰飞烟灭的。明耀想了想，理顺了一下思路。但是如果是特别厉害的鬼，那么一定是生前不得好死，而且尸骨未安，那么只要找到他的尸骨然后烧掉，他就会失去大部分的力量，之后的就好解决了。不过这样的毕竟是少数，现在人死之后都会火化了，一般是不会碰到这种事儿的。那会不会有杀不死的鬼啊？叶小萌想起当时在旧宿舍里，阿宅2-3次都命中了那个男人，但是却还是无法杀死他。不可能的，只要是鬼，那么用稍微厉害一点的能量磁场，很容易就能够将他们打散。说起来
他们也不过是一种磁场而已。明耀解释着。嗯，那好吧，我会告诉他的。叶小萌也不敢多问，怕明耀听出什么破绽。听着，明耀的口气说不出的严肃。阿宅这个女孩子我见过，我看人一向都是很准的。这个女孩对那些超自然的东西有种说不出的狂热。我知道你能够交到一个朋友不容易，但是如果她要求你帮忙去捉鬼之类的，千万不要去。光有一股信念是没有用的，那样会害死你的。放心啦，我躲这些东西都还来不及呢，哪里会主动去找麻烦啊？叶小萌随口答应着。嗯，那就好，记住，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能去。朋友没有了可以再找，命没有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哎，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你是唐僧吗？挂电话啦，漫游话费好贵的。说完叶小萌便挂掉了电话。叶小萌躺在床上回想着刚才明耀说的话，如果没有杀不死的鬼，那么为什么阿宅的攻击没有用呢？对了，还有那个刘天明，他的攻击也没有效果，难道那个男人不是鬼魂？如果不是鬼魂，那么他是什么东西？叶小萌感觉头有些大，想一些太复杂的东西不太适合他。阿宅从教学楼走了出来，有些心不在焉。听完那三个男生的描述，他很肯定当时那个旧宿舍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既然警察没有找到尸体，那就说明那三个男生看到的女孩尸体并不是真的，有可能是幻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已经不单单是幻象的问题了，甚至已经出现了可以伤害到人体的实体怪物。这个恶灵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直到现在才出来害人呢？最近学校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土木工程，没有道理会惊动到沉睡的恶灵的。阿宅一边走一边想，却想不出一个头绪来。没想到因为低着头想事情，却和对面的来人撞了个满怀。迎面而来的巨大冲力把阿宅撞倒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撞人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生，手里还拿着篮球。我没有看到你，有哪里受伤了吗？男人伸出手想把阿宅扶起来。原来阿宅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走到了男生宿舍这边了。阿宅愣愣地坐在地上，眼睛直直地看着男生宿舍墙外的那根下水管。喂，同学，你没事吧？撞人的男生看到阿宅坐在地上发呆，关切地问道。哦，没事。阿宅回过神来，没有理睬男生那伸出来的手，自己站了起来。真冷。男生无奈地撇了撇嘴，和同伴一块说笑着离去了。阿宅走到男生宿舍的墙角边，蹲下来仔细地观察着那根下水管。这根下水管是从屋顶延伸下来的，为的就是下雨天屋顶的雨水可以顺着这根水管流下来。水管的下面是一个方形的水泥座台，引起了阿宅注意的便是这个水泥座台的侧面。阿宅伸出手摸了一下那凹凸不平的水泥座台，如果不是因为刚才那个男生一撞，阿宅根本不会注意在这种隐蔽的地方居然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而且这个符号居然和他在旧宿舍那个管理室的茶缸上看到的符号一模一样。怎么会在这里有这种东西？阿宅用手摸着那个刻在角落里的不起眼的奇怪符号。这个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却想不起来。阿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他在校园里面转了一圈，
结果发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宿舍楼外面，在不起眼的地方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符号，有的是刻在墙壁上，有的是用喷漆画在宿舍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阿宅带着疑问回到了宿舍。你叫我查的事情我都查过了。叶小萌躺在床上，看到阿宅回来了也懒得起来。我都快要被发霉的报纸和资料给埋没了。查到些什么？阿宅心不在焉地坐在叶小萌的床边，心里还在想着那些个奇怪的符号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叶小萌的回答让阿宅有些吃惊。什么都没有。叶小萌点了点头。没有什么管理员自杀，也没有什么女学生被吊死，什么都没有。这么说，这个故事的确是那个文浩凭空编造出来的了。阿宅咬着指甲，没想到越查却越是一头雾水。有其他的关于那个旧宿舍的情报吗？有，有一起女生自杀的，还有一起男生触电死亡的，还有厕所堵塞一个月没有通开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中年男子有关的东西。叶小萌回答着，那一大堆东西他可是认认真真的全部都看了一遍，一点儿符合那个恶灵的都没有。我越来越搞不懂了。阿宅咬着指甲，感觉一脑子的浆糊混在一起。